哟，在家呢，二大爷。来了。哎，这不要过年了吗？我看你也不知道缺点啥，我给你买双袜子给你送过来。太好了，我正好没袜子，太谢你了。二大爷，你看我都送你袜子了，你是不是也应该送我点啥？啊，是啊，是送该送你东西了，送你回家，走走走走。